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 TCL 咧就啱啱喺泰国曼谷举行咗 Discover the Unimaginable 发布会，就为大家带嚟咗自家研发嘅 AI PQ Processor 3.0，喺五个唔同范畴之下，好似清晰度啊、对比度啊咁，去提供 Mini LED 旗舰级电视嘅画面。我哋即刻同大家去睇下有咩特别。TCL 电视喺全球一路都好受欢迎，今年推出嘅旗舰电视可能会再进一步。新系列采用自家研发嘅 AI PQ Processor 3.0 晶片，官方话以大数据为基础，